昌伟，如果女生说要去看你上厕所，你会邀她一起去吗？不会吧，这种要求这辈子第一次听过。所以你会说不好吧，这样就不要啊。会害羞的推掉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说哎呦干嘛这样，就是会一直想要跟人家玩。你呢，杨师兄呢？会推掉吧。会推掉。对啊，不然要说一起嘛。有些人就真的说哎，所以现场有人会觉得愿意让马 Q 进去吗？小薇你应该可以吧。你是不是就是会说好啊，你敢看你就看啊的那种人？没有，其实我对女生很害羞。OK， 所以大概都是还算乖的，都是可爱的。是，请问有人要表演？杨修，你刚刚说你要表演的是什么东西？跳舞。会尴尬的吗？我为了今天就是特地练了一次。所以你本来不是跳舞的人？完全不会跳。哇，那不是很危险吗？就是主要一些肌肉的舞啦。好，对 ，OK， 麻烦你哦。他说不是跳舞。你这么威武的一个人，跳这么丢脸，这是我近一年看过最棒的演出，怎么会这么精彩啊？杨师兄，你根本不会跳舞啊！不会啊，完全不会。所以干嘛表演舞蹈？谁叫你跳的？就想说跳一些肌肉的舞，对小 S。哦，要展现身材。我很喜欢这个表演。想说反正就是一个尴尬的秀，就没想到看了这么高兴，你这不得了。哎，他是，我们虽然看过那么多奇怪的舞蹈，他这个还是很奇怪，因为很天然呢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修饰的感觉。所以你是在家里面照着韩国舞团的舞蹈学吗？老师教，可是因为我完全不会，就他就是已经很简单了。所以你刚刚对着 S 这样走路的时候，你是想要怎么样？其实我在家里有对着镜子练，只练一练，就是自己镜子眼神交汇，说哎呀。因为韩国的，我知道啊。原地这样弄。就是，请问另外六个人谁会跳舞的吗？那是滑步啊。小薇你会跳是不是？你可以稍微示范一下他的滑步应该变怎样吗？应该怎么滑？你是另外，你是街舞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也是。他跳的还不错，可是他的表情也很妙。而且墨镜跟玫瑰花是你自己想的吗？对，我原本想要打扮的像韩星，然后穿个飞鼠裤之类的。OK， 对，你很是。因为他长得像大人，可他行为很像小孩耶。而且他看这一切都，你有没有？韩星很想用那个，哎呀，这个，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这个非常好看的。你不会有在别的女生面前演过这段舞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最后玫瑰花本来应该怎么呈现？我原本是想转身，最后递给小 S。所以就是走完之后拿出。所以我们在当中笑这件事情，有让你很意外吗？你以为我们不会笑是不是？没有，其实我自己也很想笑。OK， 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会笑出来。很棒的演出。
好，那因为舞蹈本身太生活化，所以最后露肌肉这件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威胁感，对不对？这变成是很喜感的一个 OK 身体。可是本来那个腹肌是你很得意的成果，是不是？对。好了 ，S 既然觉得这舞很讨喜的话，那就让他介绍一下他们有一个选拔，好不好？好。由你来介绍吧，因为这是你赚到的机会。你可以一边走路一边介绍吗？好，这是我们第五届的凯波梦幻之星。那今年是采网络报名，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有招收男生。哦，对对对，对，以前没有收男生。哦，对对对，所以只要够高，长相平庸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因为这次其实身高已经有放低了，所以会想要长相平庸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胡说吧，其实还有一个条件是，它上面是写说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。OK， 对对对，那个以后才会发现哦。好，谢谢你哦，杨姐。谢谢。